你瞅我昨天煮个饺子让你们给埋汰的，那人家不会做饭呢，你怎么要求我做出山珍海味啊？行了，今天有备而来，我一定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真正的厨艺。干啥呀、大娘？大娘，努棍！努棍！今天我全程给你们做饭啊！这是我今天准备的食材，我要为部落人做两个地道的中餐。先准备好葱和蒜，然后切成末，起锅烧油，倒入大葱大蒜，倒入来自巴列姆河的新鲜河水，水开了以后下鸡肉丸子，撒点盐，再撒点味素。我还特意买了三袋调料包，再加一点芹菜。这是我的第一道菜，鸡肉丸子汤。哇，这个味道太香了。第二道菜是我的拿手绝活，先起锅烧油，直接打入十个鸡蛋。打鸡蛋。简单的翻炒一下，然后放在芭蕉叶上备用。准备好西红柿和大蒜，将其切碎，倒入大蒜、西红柿啊，然后放盐，然后把鸡蛋放进来，然后倒入酱油啊，味素。出锅之前再放点大葱。简单的搅拌一下啊，马上出锅了。这是我独家秘制的柿子炒鸡蛋，配方首次在网络上公开，这味道相当不错。哇塞，哎呀，鸡肉丸子汤，一人一碗。大娘，拿回来，玛丽，今天这个饭菜绝对是让他们满意的。入乡随俗吧，用手吧，是不是啊？用手才对劲儿。你看，麻利，哇，大蒜，完了。你也要啊？你也要？来，我给玛丽的饭，大娘也要。给你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再尝尝这个鸡肉丸子汤。太咸了，我做饭的水平有限，就只能到这儿了。如果说这个大家还觉得做得不好的话，那我就做不了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哈拉莫多，哈拉莫多，这好的意思。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拜拜。哎，那个再见怎么说？哟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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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